哇哦，是面包超人的冰淇淋店，好多不同口味的冰淇淋。开始点餐吧。点了蓝莓和草莓口味的。开始工作吧。拿起夹子，选中草莓口味的冰淇淋。是 baby 超人，草莓味道的冰淇淋做好啦。接着来做蓝莓口味的，拿起夹子，打开冰柜，蓝莓口味的冰淇淋在这边。蓝莓口味的冰淇淋也做好啦，把做好的两份冰淇淋给客人拿去吧。继续来点餐，是香橙和蜜瓜味道的。打开冰柜，选中香橙味道的冰淇淋，做好啦。再来做一个蜜瓜口味的，放到甜筒上。哈密瓜味道的冰淇淋也做好了，把夹子放好吧。两份美味的冰淇淋